晚上第一位特别嘉宾，今天晚上大家带来这首歌曲《天下大水我斗气》，欢迎林耀斌。他是北马歌王，谢谢，感谢我们的金牌司仪，谢谢。来，这首《天下大水我斗气》。大家晚上好。那我们前面的 VIP 的老板们，大家安排好哈，我或者是右边的叫华丽，准备好来个其他的手把你大家听啊，发狂声，你大家你们在播东西我都听，谢谢，感谢。好好声吼，中华戏的啦，右边呢，今天呢很荣幸的哈，啊，这个机会来到咱的这个威灵显赫风水之家群星生肖歌台业哈，真的感谢都是咱这个出钱出来的大头家，我右边这个机会，搁特别要感谢都是咱的这个领导人宝王哥，咱来这拍好声的好不好？希望讲吼，咱是到的李主头人吼，咱庙经的所有的这个负责人，好你人哦。生意兴旺，
一切都顺顺利利哈。来，大姐。好，还有特别要感谢的就是我们的 Alan 师傅，来个掌声鼓励一下。感谢哈，感谢咱的师傅啊。OK， 那今日暗呢，希望我安排的歌，你能大家听得欢喜。歌手的来几首福建歌啊，比较有人情味的这首福建歌，来叫做《回乡的歌》。回乡的歌。是故乡的归客里，江南两山的海，也是阿娘阿祖的康祖里。兄弟几尊，与几高几高。风送车飞过古早的人，故乡的父母有你无看的意义，三分钟靠靠你啊，无你欢乐的我看到我的亲人一样啊、哦？怎么说呢？他是右兵，都是有兵啊，都是有兵字、哦啊、所以我们两个在一起就彬彬有礼。哎呀，真的是太好了啊！所以右兵也是呢，在我们的这个新加坡，大家都很喜欢他，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很爱他的歌，尤其是这首《醉茫茫》哦。现在可以说呢，造成我们的这个空前绝后，大街小巷大家都很爱唱，尤其是很多参赛者参加卡拉 OK 的朋友都很喜欢唱你的歌。真的很感谢大家对这首《醉茫茫》的热爱。是。那么不管是不是我的成名曲都好呢，只要大家喜爱。是啦、啊，是你的啦，我们都觉得是你的。没有关系。对对对。借你的名气哦，来报告一个消息。是，好，来，今天晚上呢，我们的风水之家哈、哦，那得摘星牙，财神爷有开光过的我们每一个红包哈、哦，那也希望呢，大家呢一起来支持一下。还有我们的 Alan 师傅哦，也是有开光有加持过的哦。对对对，好，这个是这个星期六的万字，是马票，马票
那我们一个红包是10块钱，对，是啊，希望呢我们现场的朋友大家也来支持一下哈，建斌大哥手上有限量，我也有限量的，就只有这样而已哦。那我走这边，你走那边。好 ，OK， 好，那大家 good luck， good luck。好了，来一个人拿一个10块钱，我如果带多点钱，拿20、30都没有关系，我们呢大家一起来试试大家的手气、运气、财气哦。好，谢谢佑斌。好，把时间交给佑斌。好，希望这个这个红包可以带给大家，是，谢谢。OK， 来陆续的讲到醉茫茫。OK， 讲到醉茫茫，我这个时刻呢，那很感谢醉茫茫这首歌呢。其实我灌入的是在2016年吧，但是在这个疫情的当儿呢，突然间就爆红起来的这首醉茫茫哈。那今天既然我来到现场呢，看到我们新加坡的这个歌迷朋友家人们这么热情呢，这首歌当然不能缺少啊。那马上来安排几首醉茫茫，谢谢。呼喊声来，我听一下，1、2、3，感谢。同样的，谢谢大家，也谢谢我们的 Alan 师傅，谢谢啊。这首醉茫茫。家人给的支持，谢谢，感谢，谢谢大嫂，谢谢，感谢红包要帮我过这钱财啊，感谢。I'm not afraid.
哎，恭喜了他。谢谢。我们掌声欢迎大马歌神子健，谢谢我们的林姐。来，陆续的回到这华语歌曲的时候，继续可爱的马。你我梦是千万里，我们马生过艰苦，马到崎岖。太棒了啊 ！OK， 那露西的这下半场呢？我都来上一首的华语歌。好，不好意思，我们要打扰一下了。来，在我们来看到我们的这个风水之家的时候，你需要我们的这个佑宾哦，可以呼吁一下你的歌迷朋友。可以。那我们这个红包封哦，就是特别版的，在我们风水之家都知道有特别版的，里面呢是一封，一封是50块钱。啊，对对对，那行，一封50块，惊到哦，你讲不是会使？来，可以吗？可以支持的掌声鼓励一下。需要我们佑宾的朋友也给我们支持一下，好，支持一下哈。那一样的，我跟浩浩，我跟建斌大哥、浩浩两个人一起上去。为什么？你要讲清楚啦，里面有1块钱多多啊，9块钱 forty 哦，是我们卖50块。1块钱多多，9块钱 forty， 还有呢，这个50块呢，买这个呢有1块钱的多多，9块钱的 forty， 还有把最好的风水带回去。所以当然呢，有我们的 Alan 师傅，还有我们所有的众神明啊，我们的法鼓大亚贝的这个支持，你希望呢大家给我们多多的来共襄盛举一下哦，谢谢。来来来，50块哈 ，OK， 要多的没有，剩这边而已。对不对？看春季到了哈，那我歌曲陆续的唱，那么你们要的话可以准备一下，好不好？来，陆续来这首歌，谢谢啦，真的很感谢哈。我每一次呢，九九来自新加坡呢，都给我满满的收获哈，真的很感谢我们新加坡人的热情对我的支持，我再给你们一个鼓励的掌声，谢谢。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身的出身，太开心了哈！还有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一班的VIP 的老板们、老板娘，谢谢你们哈！那又不很开心，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
威灵显赫风水之家啊，有这个缘分哈、哦，希望说呢，把这个好的风水带回去我的 Bland 啊、哦，谢谢，那看到场面非常的盛大。那陆续的呢，我再来这首华语歌，爱的苦酒，这首老歌，希望你拢会介意哈。来，这首《爱的苦酒》，老歌，希望你拢会介意哦。来，红包正在煎饼大哥买给我们的浩浩的手上哦，要的快快辞职一下好不好？呼吸已不再回头，让时光穿梭悠悠，青春的岁月已经悄悄溜走，付出的期待就像花落岁月。那有兴趣的去帮我找夸奖啊，我们的支持来。匆匆走，人生某个角落，让寒来又走，只存初心心意，已不再回。期待就像花落岁月那么在我最后一首歌这时间呢，我接着太特别要感谢，今天很难得可以跟我们的这么多的这个新加坡一线的我们的师姨大哥大姐们小妹还有小妹在一起，给他们一个鼓励的掌声好不好？
来哟、哦，我只有三封50块，买了祝你发大财，开过光了，开过光了哈。剩下三封而已哈、啊。对啊、我是三，因为小妹三封啦。小妹。等下还有很多的三封，啊、不用担心。你有三封吗？呀、啊，什么歌？什么歌？我看不到。呀、啊，你要唱什么歌？我要唱《几时再回头》。哎呦，几时再回头？因为我希望呢，这么盛大的这个舞台呢，是可以再吃的再回来。哎、啊、呦，好 ，OK， 好 ，One angpao $15 only please 啊 ，support 啦 ，OK， 几时再回头？对，我但是我唱到这样，几时再回头？对对对，你们太厉害了。再回头，大家唱。对对，因为我觉得呢，现在的人都好厉害唱歌。是是是。热情。对，我觉得你们今天站坐在台下呢，静静没有动呢，我觉得好像很不自在。OK， 你吹一次，多一次。哎，几时？哇，再回头也跟 Love 的，你看，哇，很棒啊！佑斌，不好意思，因为我们的师傅说他算到了，你可以卖五封，我把五封交给你 ，OK？ 对啊，来。那允许我先去卖的，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这个是我的哈，三封啊！我谢谢你，因为师傅谢谢你了哈，我也有这个五封哈，好希望唔加亏出啦，或者今我很想要走下去啊，来，但是我哋唔加亏出啦哈，一封，50块，这个、okay. 五福临门呐 ，OK， 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六啦，好，六六大顺呐，来了哈 ，OK， 来几十再回头，掌声给佑斌。这个呢，有我们的 Alan 师傅加持，还有我们的神加持。那只有50块啦，你外面买不到啦，外面要500块也买不到的，所以要快啊！这个佑斌亲自下去卖啦，希望可以跟你们借个缘，好不好？好。我找 Connie 新加坡的朋友来，我下去跟你们借个缘，支持一下我们的林佑斌。好，支持一下。掌声鼓励一下，我下去来，谢谢。谢谢。哇！我刚刚打字。老师，怎么称呼啊？大哥怎么称？好，谢谢，谢谢 very much 啊 ！Wish you happy happy lucky OK。来，我两封，50。来，几时再回头？来，有的吗？来举手，我下去来。我要先下去，先下先。好了。我两封而已。来，旁边的来。时光。来，谢谢，来掌声鼓励一下，谢谢我们的大姐。啊，谢谢。心上那雨落下，谢谢，来，谢谢大哥，两封帮忙买完 ，Thank you， 放工 ，Thank you very much， 负心一人，可爱的，剩下最后一。来，几时？谢谢。我好像都没有下过来卖过马票，卖过红包嘞。还有一封来有吗？不用担心，还有。我亲自下来，希望你们能够多多的支持哈，好不好？50块而已，新币哈。哎，大姐，这边大姐，谢谢。回头，谢谢大嫂，谢谢。天长地久，说是梦永结白头，这都是相随共。大姐，谢谢你，好好养又永不回头。过去你不堪回首。来，有了，来，好，很好，要不要掌声鼓励一下吧？谢谢，屁股一下哈。
这个有加十关的不一样啊。来，后面呢还有吗？有举手一下给我看一下好不好？来，掌声鼓励一下，音乐频道你们掌声就要响起了啊！两个一百阿伯，上少有四五百人哦，拍破声啊，一个地方哦。人讲掌声声拍大大声，互你转去金门财宝，我想我大听啊！拍大大声，你黑，互你红，互你补补个蛇，你转去滚进厝吼来！掌声一下，一二三。来，还有吗？红包要的快点啊！不是人家不多，这边我还没有询问到嘞。来这边的朋友，来，大姐，五十八两，两个了，你没有跟我买啊？我不好意思，我抢你两个生意，不好意思。这样不用紧，不用紧，多买多得，机会比较多哈。几十几十，早。